啊，我选择回家。已婚男明星的求生欲，场面一。说你稍微打扮一下呗，打扮一下呗。怎么了？我平时会头秃脸的丢你脸吗？有一些那个很崇拜你的一些学生，我从小看你戏长大的，看你戏长大的。你追了江疏影三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所有人面我就把我的箱子拉开，当然有些东西掉落出来嘛。然后呢，他在旁边弱弱的说了一句：“你的箱子打开就像吐了一样，吐了一样。”我小时候的梦是周慧敏，我隔壁班有一个女生，我觉得她长得特别像周慧敏。这就俩女生，这都俩了是吧？这就聊多了，没人让你说了。场面二，第一次跟最后一次跟你说啊，